看老公公、老婆婆有没有啊？有。大家好。今天很特别，我们很谢谢群美蒲灯基金会办这样一个有特色的节活动。这个活动就是台中跟世界接轨的具体进步，你说对不对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世界的大城市都在办圣诞老人路跑 ，Santa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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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台中市也要进步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谢谢董事长跟他的夫人。然后也谢谢大家参加，好不好 ？Merry Christmas, Happy New Year！ 大概是的，是这么回事。耶诞早上。